2013年嘅34題，咁佢咧就會有一個係 x 減 log y 等於二啦。第二條式咧就 x 二次減 log y 二次，咁啊 log y 二次即係兩個 log y 啦嚇，然之後再減十等於二啦。咁我可以將佢咁樣翻譯啦。咁又或者可以將佢移過去，即係變做等於十二啦。之後咧，應該都用聯立方程式咧，咁樣去計 x 或者係計個 y 啦。咁啊，兩邊都得嘅。咁啊，我就直接用呢條式啦。呢條式咧，我哋見到咧 log y 咧就會係等於 x 減二。咁所以咧，代落去第呢條式 x 嘅二次減兩個 log y 係 x 減二啊，等於十二。x 嘅二次減二 x。加四等於十二，二埋過嚟啊，咁就會係減八等於零啦。拆一拆，即係 x 減四 ，x 加二等於零 ，x 等於四或者 x 等於負二嘅。咁啊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就再要睇睇喎。而家我其實係計緊 y， 唔係計個 x 喎。咁所以咧，代翻呢度啦 ，log y 咧其實等於四減二，即係二啦。或者 log y 係等於負二減二，即是負四嚇。兩邊手十佢十嘅二次方，或者十嘅負四次方。十嘅二次方即係一百，或者係一 over 一零零零零啦。咁啊，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D 啦，搞掂。咁啊喺呢條咧再補充多少少啦。咁啊呢一個位置咧，大家留意啦，係啊，即係。我呢度就選擇咧用個 log y 做主項代入去計完個 x 再做嘅，咁其實你可以用 x 做主項代入去處理都一樣得嘅。好，搞掂。